岩山先生在1950年画了一幅林皇鹤山桥夏日山居图，可以看出岩山先生在临摹当中除了加上着色以外，还注入了若干空间结构的微调。这是岩山先生1953年重新创作的夏日山居图，它包含了许多王蒙的笔墨特点和构图风格，比如说解锁咒和牛毛咒。干湿笔互用，长松茂树，彩点多用胶墨可笔，构图繁密，重峦叠嶂，变化多端，气势磅礴苍茫。布局上以穿梭于山谷间的云雾为轴线，替代了王蒙惯用的以实体山峦做之字形的布局，并把人物和房子放在一个主要的位置，凸显了山居的主题。